值这个啦，哦，啊，初始值当然你要不要加，都可以，你要把它删掉，对不对？也可以，哦，只是说习惯会有个初始值啦，啊，不过哦，像我的习惯，我刚刚讲过，程式越短越好，如果就是加跟不加结果都一样的话，那我会考虑不加，好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啦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删掉，删掉，删掉，啊，删去法其实我觉得哦。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书里面的程式，其实真的哦，如果我参考别人的范例哦，第一件事情就删去，删去，删去，其实你会发现哦，很多都删了，剩下两三行就够了，啊，其他的哈，可有可无了。OK，所以你会发现我的程式相对的比较简短，同样的结果哦，你会发现书里面写的哇，写一大堆，拉拉杂杂的，那，啊，当然你说重不重要？它也重要了，只是说哈，不见得需要的时候，我的习惯是就不要加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真的会，反而会是障碍哦。啊，你们学习也是一样，其实真的不用学太多了。我尽量是跟你们讲的是最重要的，至于次要的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啦，你自己在看书嘛，反正书都看得懂，OK。只是说很多人的问题哦，都是做不出来的。都看得懂了，真的，我看一堆人哦，买了一堆书回去，最后都看完了，但是做不出来，而且不知道是你知道作者在写什么，但是就感觉你要把它应用出来，就是会有一个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。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这种问题，哦啊，所以我强调的是实作面嘛，所以哈，以实作面来看，我的习惯就是这些不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真的是。太，我们又不是做学术研究，哦，你不要跟我讲做学术研究。如果做学术研究是另外一回事，我是要解决问题为前提的话，那就是尽量少一点，OK，负担也少了哈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，大家提供一位参考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请各位一样开启那个范例档，啊，范例档里面的话呢，011这一题，啊，为什么不先讲009？因为比较困难一些些，我们先讲简单的好了，按部就班。啊，另外的话，这三题其实基本上就是我跟各位介绍有一本那个468招里面的范例，007就是第007的范例题，我是直接拿他的范例题，我觉得这几题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拿他的题目来当范例。好，那不过呢，哈，我看那本书的优点是范例多，但它缺点就是写的太啰嗦了。我拿他的题目，但是我解答完全跟他不一样哦。OK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你要繁琐一点的，你可以去看一下繁琐、简单到底有什么差别。还有那一本书里面没有 VBA，VBA 是我另外再补充进来的。OK 哈，所以啊0011我们先打开。啊这一题其实也蛮类似的，主要是说呢，哎这里面的话你会发现这边开头两个字是宜兰跟苗栗的总人数，职工总人数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一题来看的话，哎，当然你会想说插入这边的话呢，如果插入什么，插入那个一样哈，用那个三米幅来做。那三米幅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范围，好，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条件，苗栗汉宜兰汉怎么办？好啊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这边可以用 and 的话，假设这边可以支援 and，那就搞定了。但问题它不支援。好，不支援哦，OK，所以你不能说你用你的方法打公式，那，啊，怎么办呢？条件就只能怎么样？开头是苗栗，所以我们先怎么样？先找出苗栗的，再把宜兰加回来，所以苗栗星号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那加总的范围就是这个30案确定，不过目前呢是只有苗栗，那宜兰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它复制一下。哦，然后呢？怎么样？加贴上，把什么呢？把这边呢改成什么呢？改成宜兰不就好了？OK 哈，哦，假设吧哈，哦，如果以后你遇到这种状况的话，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好，哦，啊，如果还有其他的，可能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你就继续加吧。哦，那如果用程式的话，VBA 就不用这样，就稍微简单一点点。好，所以你要看实际上状况。如果简单的，你用公式啦；如果复杂，你用 VB 来写，可能会比较能够占得到一点便宜。
所以呢，如果第二个哦，假如说好，应该可以看懂嘛，我们都有个加啊。如果说我希望呢，这一题一样，你再复制，复制是 Ctrl 加按住拖拉，就是复制工作表，好，然后 VBA，OK， 那这边的话呢，哦，一样把它删掉。我如果要把它用什么，用 VBA 再写一遍，那一样哦。我记得别特别注意哦，你要先看一下专案不一样哦，这个是007，啊，我们是011，对吧？按右键。 插入模组，好，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刚刚的那个拿来改？你可不可以？其实也可以哦 ，Ctrl C， 这边 Ctrl V， 那只是说呢，哈，把这边改一下，名称呢，也许我们换成这个，换成那个苗栗和宜兰的，哈，哎，这个总人数，那范围呢 ，for i 等于2到10，哎，这边改一下，好。 那，哎，如果范围是苗栗或宜兰的话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在 VBA 的写法哦，不用做两次哦，做一次就好了。你可以怎么样？前两个字嘛，所以前两个字，哎，这边 OK， 前两个字刚刚好，只是说把这边改成苗栗，好，这边是苗栗 ，OK， 这就前两，那宜兰怎么办？空一格，前面好像讲过嘛，哈。 VBA 里面呢，如果你要 and 或 or 哦，这个应该是 or 嘛，或者是 or， 或者是宜兰的话，那其实很简单，就把这边怎么样复制到这边来。复制的话，我习惯拖拉加 Ctrl 键，把它改一下哦，改一个叫宜兰就可以了。哎，特别注意哦，这边就改一个宜兰。OK。 啊，特别注意哈、哦，这边是有重复的，啊，有同学会说，老师这边为什么重复啊？可不可以这样子啊？你可不可以就是这边不要写可不可以？哦，我也是希望可以的，但是 VBA 它不行，它你只能这样写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它一定要这样的叙述哦，你不能说哦前面一样，你后面就不写，不行。OK 哈、哦，所以有些语言就是一定要这样写啦，啊。 为什么不改？哎，这是不是我定的？哈、哦，这谁定的呢？哈、哦，可能最早要溯源到，可能是比尔盖茨吧。OK 哈、哦，所以他定的，那就 follow 他的规则。OK， 特别重要。所以如果是苗栗或宜兰，然后呢，把它的 B 栏累加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改个 B 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哈、哦，然后累加完之后丢到哪里呢？丢到 D2 储存格，所以这边改成 D2。 OK， 好，这样就大功告成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程式都可以拿来做修改。好、哦、啊，最后输出看 O 不 OK 哈、哦，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啦哈、哦。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哦哈、哦。然后输出看一下，42个对不对？切过来，哎，42个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 011苗栗和宜兰的总人啊，这边的话呢，用 SUMIF 可能要做两次。 那 VBA 的话呢，不用做两次，但是要必须什么，把你的程式再加一个 over 的这个连级的叙述哦。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 ，OK。